看这人骂人家干嘛去？我也听不见，人向太那么努力，对不对？人向太对媳妇好是吧？啊，我也对媳妇不差呀，对不对？嘿，你为什么不到兰姐这儿来直接骂呀？怕我一脚捏死你啊？真逗！兰姐教你啊，兰姐教你，搁这脚底下撵。江南黑粉跑去找向太开骂，气到歪楼喊：“我对媳妇不差。”努力健身锻炼 body 的66岁张兰，近期呢被黑粉缠身，甚至还跑去向太那里开骂，让兰姐在直播时不冷了。哎，那个向太那里骂我呀？好嘞，说明你们还惦着我。然后向太那儿骂人家干嘛去？我也听不见。你到我这儿来骂我呀？你到人向太那儿骂什么呀？人向太那么努力，对不对？人向太对媳妇好是吧？啊，我也对媳妇不差呀，对不对？啊。您别上人家那儿添堵去啊！您到兰姐这儿骂，您到了向太那儿骂，向太能间接着替你骂吗？不可能，人的格局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真逗，还跑那儿去骂去？你为什么不到兰姐这儿来直接骂呀？怕我一脚捏死你啊！真逗，铁粉们，把他们揪来，他到人家那儿骂去，给人家带来污染，您把他们带回来啊！看兰姐怎么收拾他们。我告诉你，对这么点的人啊，对这么点人，不能让他们有翻身的机会。赶紧教你啊，赶紧教你，搁这脚底下，撵。